太好了，人家都想的。来，是不是让我们乐团的掌声鼓励一下，来谢谢。来，今天谢谢所有十二队友进场来看球，今天可是我们一路追平一路的打戏，我相信谈桃园男会越来越棒。明天是这个爱佩，他希望有一些毛小孩的十二队友也可以一起带着宠物进场来跟我们一起再帮桃园男人加油，我相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声，明天我们绝对会拿下胜利。好，我们掌声鼓励送给我们的乐天女孩，还有我们总监副总监以及所有联盟辛苦的工作人员一起，谢谢小队友今天进场来看球，谢谢。好，谢谢。好，那各位小队友，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心脏砰砰跳，为了想你，每天都。